我们现在的规划建造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先建成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但功能上，因为我们对美国空间站它的功能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的空间站它有很多个国家参与，还有不同的实验项目。当然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未来也会给中国或者乃至世界提供一个太空的一个实验平台，我们把它也会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太空实验室。